五零一幺，我是刚换列车的那白西呢。5月31号，松山站松山站18:15什么设置？11:09之后4号发车进入沿线刚好树林了。15173、15501车往前走，在松山松山站40号谢哥，然后上面干嘛？长得都肿的。阿哥哥，来了，来了。听候指示。啊，我问你，松山的旧站还在哦？松山旧站。对啊，还有一个松山两个字。那没有了。有啊，松山旧站。地上站的时候，那一块建筑还在哦。早就不在了。有啊，围墙还写松山呢。在哪里啊？我记得还在。大道嘞，对呀、啊，那边不是。那过了后山坪再过去啊，过了台阶。没有在附近而已，那一栋啊，你知道地上站吗？还记得？我知道在地上站，对啊，就在我们正上方啊。那、啊、怎么会有嘞？因为旧站太斜松山，我知道那里。去拍回来。还回来？你要这样走？去拍回来、啊。很远呢。我怎么都没有看过？我从市民大道这样骑过去，看得到。有啊，你地上站不是那建筑啊？有过了那个。然后就在做最胖的啦，在附近而已，在那个东坡北路那边。你不坐？啊，对哦。好的，慢一点。好了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。拜拜。34号看芙蓉的圈车。北无发车叫眼，先看芙蓉的1/80/83/5圈车，在方案很长。不管小明干嘛的，都到给我们打一场。还是再见，拜拜。我好可怕，我好凄惨啊！吓死你！我好凄惨，哥哥，我已经快要，我已经快精神崩溃。谢哥，那天吗？